科学家将采 DNA 样本寻找尼斯湖水怪。数百年来，有不少造访英国苏格兰尼斯湖的游客，说自己看到巨蟹居住在湖底的水怪模样。美联社报道，尼斯湖水怪传说如今可能无所遁形。一名纽西兰科学家下个月将率领团队到尼斯湖，抽取尼斯湖样本进行 DNA 检测，来查明这里到底住了什么样的生物。纽西兰奥塔哥大学 Otago University 教授格莫尔 Neil Gemmo 表示，他不相信有尼斯湖水怪，但他想要带人冒险进行科学交流。除此之外，他的孩子认为这是他做过最酷的事情之一。与尼斯湖水怪有关的理论五花八门，其中比较牵强的说法是，尼斯湖水怪是长颈型蛇颈龙，在恐龙全都绝种后奇迹似的存活下来。